啊，真香！拿来吧你。在中文版被渔夫僵尸拉来的是铜杯，会吞噬第二个墓碑吗 ？A. 会吞噬 ，B. 不会吞噬，请看完整视频。墓碑头不会吞噬第二个墓碑，正确答案选择 B。在中文版被机甲橄榄球僵尸推动的是铜杯，会吞噬第二个墓碑吗 ？A. 会吞噬 ，B. 不会吞噬，请看完整视频。是铜杯不会吞噬第二个墓碑，正确答案选择 B。在中文版，是铜杯有没有大招 ？A. 是铜杯有大招 ，B. 是铜杯没有大招。请看完整视频。是铜杯无法使用能量豆，正确答案选择 B。